那个赛季一开始连续的进行客场比赛，球队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在走进球场时，身为总经理变为主教练，赵指导现在有什么感受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两个客场作为客队，是有一定困难的，毕竟有主场的这个优势，主队。但是呢，回归了主客场之后，有很多球迷，带来了精彩的呐喊，其实对客队也是一种激励。还有就是我本人的身份虽然有所改变，但对球队并不陌生。通过一段的冬训优化，可能我上手会更快一点。当然了，确实我们上一场能看到我们内外援的磨合还不错，希望这场有好的结果。他们在同组呗？他没线。过半了没有？过半了没有？过半了没今天是球队新赛季的主场首秀，跟上赛季比，再次踏上凤凰山足球场，你和球队都有哪些变化？在今天的比赛中，针对对方的球员有什么特别的布置？감독님원래는우리다시凤凰山그첫번째개막이들어오겠습니다그러면작년우리팀하고작년에무슨변화가있는지그리고오늘은우리특별한준비과정이있는지물어보겠습니다예뭐일단뭐첫번째로우리가홈에작년에이어서또올해개막하고우리가다시홈에찾아서너무나기쁘고요예무엇보다첫게임좀아쉬운경과를뭐아쉽지만그래도우리가오늘홈게임에서는더좋은경기를가지고가서우리홈팬들에게즐거움을선사하고싶고요뭐우리지금뭐우리가동계훈련을또많이했고새로운선수들하고발맞히는단계고그래서그선수들에대해서는우리가좀공격적에서좀더많은화력을힘을실지않았나라는생각을하는데요또이제앞으로경기를하면할수록더좋은경기력뭐공격적에서조합뭐그런게좀많이기대가됩니다예예首先的话是去年的最后三轮联赛，我们是一直在我们的主场，然后也保持不败。我们打完了最后去年的三场联赛，那么的话呢，连接到今年，这也是我们今年回归我们凤凰山成都的第一个主场，相当于是我们主场的揭幕战。那么的话呢，我们所有的队员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迎接我们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的话呢，上一场我们第一轮联赛在客场挑战河南的时候，很遗憾我们没有拿下比赛。那么呢，今天回到我们的主场，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球员可以竭尽全力，然后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知道今天有很多的观众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凤凰山的主场，然后给我们加油。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也会所有的队员竭尽全力，然后给我们的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相当于是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礼物。然后的话呢，今天也是通过整个冬训的期间，我们球队有很多新的引援，然后包括我们的锋线上也是引进了埃克森，三位来自巴西的球员就会在前锋线上，然后给大家更多的活力吧。那么的话呢，也是后面根据时间的流逝之后呢，我相信他们前场包括我们中前场的配合也会越来越好，然后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期待。OK。腾讯体育的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我们为大家直播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二轮，成都荣城队在主场凤凰山体育场来对阵沧州雄狮队的比赛，现场的气氛大家也应该通过屏幕感受到了啊。艾克森，这是成都荣城在这个赛季引进的球员，这位前中国国家队的国脚、前广州队的前锋，是中超联赛在射手榜上首屈一指的球员。尽管艾克森现在呢年龄偏大，但是呢他在巴西的联赛当中呢依然可以在格雷米奥这样的球队效力，说明他保持了很好的状态。那在目前两个队的主力的前锋啊，我们在数据上来进行一下对比。沧州雄狮队的主力前锋来自荷兰的洛卡迪亚和成都荣城的埃克森，
这两位当然是今天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锋线上都值得关注的球员，而成都蓉城对上沧州雄狮两个球队在这个赛季呢都有很大的人员的变化，而对于成都蓉城来说，这一场比赛更是非常的关键。他们在第一轮客场的比赛当中1-1战平河南，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成绩。而这一次是他们在本赛季第一次回到主场，非常漂亮的凤凰山体育场迎来了2023赛季的中超联赛。上个赛季呢，成都蓉城队是为数不多的几支可以在主场来完成中超联赛部分场次的球队，而他们在主场也创造了非常令人羡慕的战绩。他们目前在主场当中已经连续7个主场不败了，这7个不败当中呢是6胜1平，效率非常高的一个不败阶段。他们在这7场比赛当中打进20球，仅失6球，所以今天对于做客的沧州雄狮来说，肯定会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挑战。不过沧州雄狮在他们的首轮比赛当中呢，也有非常出色的成绩。他们在客场也是客场作战，同样是1-1的比分战平了天津金门虎。洛卡迪亚在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沧州队唯一的进球。巴顿在临中场前呢为天津队绝平。不过洛卡迪亚依然呢成为了沧州队队史当中第三位首次代表球队上场就有进球的球员。这是沧州雄狮的客场远征军，球迷们都充满了朝气，非常年轻。而成都球迷他们的威名早在20多年前30年前就已经威震全国足坛。四川球迷有着非常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和传统。沧州雄狮的比赛开始，请裁判员和双方运动员入场。赛季第一场比赛，裁判员将带领着双方球员入场，他们将踏上一座非常美丽的球场，他们将踏上中超第二轮的征程，而成都的观众迎来了他们的新的主场赛季。费利佩，这位来自巴西的外援，上个赛季21次出场打进7粒进球。而成都这个赛季在内援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引进，除了刚才提到的埃克森，还有唐淼，原来广州城的中场悍将张弓，大连人的贾延峰，这些球员都是在新赛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成都队的奥地利中卫理查德在后卫线上是定海神针，上一场比赛在对河南队的比赛当中他完成了7次解围啊，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伴随着球员们的进场，球场一片沸腾。哦，凤凰山，我们看大部分的看台都被坐满了。这座体育场呢曾经举办过中国足协杯的决赛，上个赛季呢真正在后半赛季的时候成为了成都队的主赛场。周定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接下来是奏唱国歌仪式。期待着这场在成都凤凰山球场展开的第二轮的中超联赛。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黄毅，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马宁。
首先来看客场作战的沧州雄狮队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他们的守门员是33岁的老将邵普亮，在后防线上一个三中卫的排阵，中后卫是克罗地亚的什克里奇，那么在两个敌人中卫方面呢是王鹏跟杨云，而赵宏略、郑凯木、朱可夫和孙庆涵会构成一个3-4-3的中场。那么在锋线上那三名攻击手分别是奥苏乌、洛卡迪亚和藏一峰，这是沧州雄狮。那穿着红色比赛服的就是主场作战的成都荣城。在裁判员黄毅的主持之下，两队的队长什克里奇和周定阳将进行挑边。施翔和吴明峰是这场比赛的两名助理裁判，马宁是视频助理裁判。成都的凤凰山球场的北看台啊，非常的热闹，球迷们用非常独特的助威方式把主队的颜色渲染在红色的纸屑上，在漫天飞舞的纸片当中，在威武雄壮的金旗和战歌当中，赵俊哲和他的球队将要迎来连续第二场的客场考验。赵俊哲本来是这支球队的总经理，现在呢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他今天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52岁的韩国老国脚徐正元。徐正元上个赛季带领成都荣城征战中超联赛就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啊！其实最近在15轮的联赛里面，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失败过，是10胜5平的一个成绩。所以从上赛季后半段到现在，成都荣城一直保持着一个比较高亢的一个状态。这一场又是主场作战，一个完全开放的主场，让他们尽情的去享受吧，让主队客队尽情的去享受这样的球场气氛。艾克森，艾克森已经是33岁的球员了，至今他保持着中超联赛历史最佳射手的殊荣。随着主裁判黄毅的一声哨响，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由穿着红色比赛服的成都荣城首先开球，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从电视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画面上阵型的分配非常的清晰啊，两队都是排出一个三中卫的阵型。成都荣城刚才的站位是一个典型的3-4-3的一个站位。哦，这一下直接打身后找费利佩，费利佩是有机会接到这个球的啊。你别看费利佩有1.93米的身高，但是他的节奏感非常好。他这个身高体重的不可能是速度有多快的球员，但是他的节奏如果好的话，他同样可以利用节奏来摆脱对手的盯防。所以打身后是一个绝对可以尝试的打法，对于成都来说。成都队是一支追求地面控制的球队，而凤凰山球场的这个草皮质量看上去非常的完美，球运行得很平稳。26号是刘涛，已经是38岁的老将了，他是在左中卫的位置上。11号金明友，金明友打到了左翼位，非常漂亮，脚后跟一磕，这是艾克森把球磕给了金明友，金明友拿球一扣，两个人在盯防他，艾克森回来接应。这是罗穆洛，13号胡静，看看右路的唐淼，唐淼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就打进了成都荣城唯一的进球，他们在客场凭借这个进球战平了河南队。这是罗穆洛，虽然身高只有1.69米啊，但是23岁的巴西前锋有着非常优越的脚下技术。赵俊哲看到成都一开场的这个气势，自己也站起来了。他站起来是要让球员稳定。
而三头雄狮呢，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控球机会啊。胡静把球调给理查德，理查德是来自奥地利的后卫。这是19号朱可夫啊，在中场跟成都队的绞杀，但是主裁判怀疑这球，认为谁都没有犯规，所以成都队拿球继续进攻。39号是甘超，来看一下成都队在这场比赛3-4-3的一个站位啊。徐正元这场比赛排出的这个阵容呢，守门员是33号张岩，那么后防线上居中的拖后中卫是40号理查德，右中卫呢是13号胡静，左中卫是26号刘涛，唐淼是右边翼卫，而左边翼卫呢是11号金敏友，甘超跟周定阳是打到中场的中路。啊，周定阳想拼抢这个球是没有拿下来，奥乌苏也是来自荷兰的前锋啊，这身体是非常的强悍。金敏友，金敏友刚才这一下呢是选择传球，而不是自己带球的内切，这个线路其实已经被对方判断到了。漂亮的中场突破，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准备在分到内部的时候，这个球对手的防守队员已经基本落位了，球线被卡住。而成都荣城在锋线上的三名球员，中锋是费利佩，靠左一点的这个前锋呢是埃克森，靠右一点的是罗姆洛，当然他们三个人的位置会非常的活跃。埃克森承担了很多前场组织的重任，甘超、理查德、这个背身拿球啊，罗姆洛确实是很难处理，但是很好，这个加抢呢又把球权给抢了回来。周定阳，哦，周定阳是真拼的 啊！费利佩用他1.93米的庞大身躯把对手压制住了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史克里奇放身飞铲啊，放到了费利佩。来自克罗地亚的球员史克里奇今天是打到沧州的后腰的位置上，这样他跟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外援朱可夫两个人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双后腰。这么小的范围，费利佩和埃克森两个人试图强打二过二。史克里奇，虽然都是三中卫的阵型，但是开场呢很明显占据场上优势的是成都荣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沧州的这个三后卫的站位更像是一个五后卫啊，三中卫两个边后卫全部都在防守线上。来看看杨云推进到了前场，13号孙庆涵，这是来自上海申花青训体系的一个球员。朱可夫的处理球脚下还是稍显慢了一点，确实赛季呢是隔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有的球队来说是5个月的时间才刚刚开始，很多人的身体还没有进入到最好的比赛状态。来看看费利佩、罗姆洛接球第一下的没有接好，但是还是把球护了下来，很好的脚下技术。金敏友、甘超、周定阳呢是曾经在英国的维根俱乐部是有过效力的。
周丁再回来接。其实沧州这一场排出的这个阵型站位啊，更像是一个541的站位，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防守反击的战术阵型。所以成都在开场以后掌握了大量的控球时间，但是其实还没有形成一脚真正的射门。所以成都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下呢，必须得把球场的宽度打开，必须得把自己进攻端，特别是进入三区以后的节奏打出变化来。非常好的传球，费利佩用他的身体优势啊，他是扛着对手的后卫一路向前推进。王鹏这球拽着自己的球衣示意我是被他拉出来的，我一直被他拽的，拽到了底线附近。比赛打了9分钟，场上的比分是0-0。费利佩的右手确实是一直撕扯着王鹏的球衣。王鹏也是30岁的球员了啊，身高1.85米，今天他是出任左中卫。来看看角球方面，徐正言的球队有什么样的战术？从队员的站位来看，这一定是演练过的一个战术。哦，要给前点的理查德，要给前点的理查德，但是理查德呢，这个球没有顶到，还是沧州的球员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艾克森非常投入，还是罗姆罗来主罚，左脚开起来，球门线上，球打在远端的球门立柱上弹出了啊。凤凰山球场的球门立柱没有在运气上帮助成都队。31号奥苏乌来自荷兰的前锋非常强壮，23岁。徐正元确实呢，现在对这支球队打磨得非常精细啊。来看看沧州的进攻，史格里奇是可以打后卫也可以打后腰的，能力是非常强。金明友把球放出了边线，如果对手组织的够优秀的话，后场的界外球啊，对于发球一方来说其实是一个挺不利的一个场景。对，你看你只能采用这样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方式前场在得到球权，艾克森，这是费利佩跟艾克森的超强个人能力啊，导致他们还是把球打进了对手的进攻三区啊。费利佩确实在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优势，所以这个球呢被盯防他的15号王鹏给率先解围了。这是刚才那个击中门柱的慢动作。金明友，甘超，周定阳，你看沧州这个541呢，球员们站位非常的合理，他不是一味的退守，他是站在你的中场，特别是中后场持球人的这个可能的传球线路上，不能让成都队有任何一脚流畅的运转，破坏对手的节奏。虽然他也不会去施压逼抢，但是他的一个站位其实给成都队带来了一些压力跟麻烦。
来看看这一下罗姆洛前场重新得到球权之后速度还是快不起来啊，对手的防守人数太多了，邵武亮出来也没有碰到球。来看看金明友，唐淼在刚才这波进攻当中呢突然来到了左路，周天阳理查德刘涛，这是一名1985年出生的老将。这个传球太勉强了，金明友。哦，对，不过周定阳有着非常好的预判和身体对抗能力。这是胡静，哎呦，胡静的这个解围球啊，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但是还好他自己把坑填上了。这个赛季呢，成都队的引援力度可以说相当的大啊，留住了费利佩、罗穆洛跟理查德，但同时还引进了帕拉西奥斯，在前锋线上这是有调整。唐淼的引进在上一场就已经是立竿见影，他为球队打进了一球。张工这样的球员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时间，另外埃克森这也是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加盟成都的。又是一脚大脚的长传，这个球呢其实距离太远了，足够杨云跑过来来切断球线。埃克森自己来了，没有空间了。裁判员没给角球。确实啊，在这样的专业球场氛围感极强，球员们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很容易非常的亢奋。艾克森坚定地认为对手是碰到了皮球的。奥地利后卫理查德，金明友，看周俊阳在边路他牵制，但是给金明友呢留下的空间确实太小了。刘涛已经压到了半场以前，理查德，你看两个边翼位啊，他们在边路接球是对的，而且现在你可以看到成都队前场的宽度拉开已经到了极限，两个边翼位全都是踩在边线上踢，但即便这样他们还是很难找到这个撕破对手防线的空间。哦，看看这一下进禁区了，扣回来唐淼，哦，唐淼右脚一扣，左脚的一脚射门想要兜球门的远角，非常有信心的一个表现，这个球呢是稍稍偏出了。你看还是利用场地的宽度，在对手摆出一个541的一个稳守反击的阵势的时候，这个场地的宽度是必须要利用，只有这样你才能让他在禁区中路的球员的密度弱化密度以后才会有缝隙，都不要说空当了，有缝隙就不错了。张宏略是沧州从河南引进过来的球员，这个赛季他们还引进了武汉长江效力过的力鹏，还有河北队的姚旭晨，这都是内援方面的补充。
这个刀山球，两边都是敢拼啊。赵宏略今天呢在左翼位的位置上是对上了唐淼，唐淼32岁，赵宏略33岁，这是征战中超多年的两位老将。抢断方面，成都荣城已经完成了4次，沧州有2次。哦，菲利佩又是一个非常巧的一个打身后的配合，菲利佩脚下速率如果再快一点的话呢，这个球是有可能更加有威胁的。金明友，你看沧州他的防守人跟防守人之间的相互距离保持得非常合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尽管成都已经把场地的宽度用尽了，但是还是很难撕破对手的防线，就是他在纵深的保护上，这个沧州做的非常的合理，他的边前卫和自己的边后卫他们协防的站位，就让这个成都的两个边路球员根本不可能拿球做一对一的选择，因为你过掉一个还有一个，而且很有可能在你完成第一个过人动作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球了。徐正元有点着急，尽管球队场面占优，但是得势不得分呐，甚至连制造威胁都很困难。哦，这一下是沧州雄狮的机会，来看看这是传点不传人的典型，但是也确实是典型的没有传好。朱可夫来中超之前是效力于波兰联赛的啊，他是哈萨克斯坦球员。来看看这一下，埃克森确实的威力还在啊，迫使对手呢只能是一脚先踢出底线。这一侧呢也是罗穆洛来主罚。哦，球进了，埃克森加盟成都之后的第一粒中超联赛进球，在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到来了，在联赛第二轮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埃克森进球，这也是凤凰山球场在2023赛季第一粒中超联赛进球。非常有力的一个头球，他在起跳的一瞬间摆脱了洛卡迪亚的防守，而且他的头球动作做得非常的完美，标准有力，徐正元振臂欢呼。21分钟1-0，这是埃克森给凤凰山球场的球迷奉献的最美好的一份礼物，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源源不断的礼物会扑面而来。视频助理裁判在确认，这个球确认什么呢？没问题。艾克森这个名字会成为凤凰山球场经常响起的一个名字，会被球迷经常的唱响，他会成为这里的传奇吗？相信成都球迷此时肯定会给一个肯定的回答呀。哦，这边赵宏略好像对抗当中是受伤了，问题应该不大啊。周定阳
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结实。所以沧州雄狮呢，在守了20分钟之后，终于在球门21分钟告破以后的这段时间，他们要做出怎么样的选择？这时候全队的思路必须要统一，到底是攻出来还是继续刚才的战略？哦，这一下转身抹过去了，唐淼在拼命的回追，非常漂亮的一扣，但是脚下呢还是有些磕磕绊绊。看看赵宏略拉开宽度以后的传中球，在中路，哎，洛卡迪亚。这个球呢是急于求成，对已经把球断下来的理查德是犯规了。理查德上一场在跟河南队的比赛当中呢，贡献了单场个人7次解围，他的最高纪录在中超赛场上是单场11次解围，这是上个赛季在对阵山东泰山的时候创造的。单场7次已经追平了他个人的第二高的单场解围次数的纪录，个人正面防守能力是很强的。沧州雄狮其实在上个赛季的最后阶段啊，成绩也是有所起色，尽管此前他们有过保级而挣扎的经历。先看看埃克森这个进攻，来看看试图完成一个踩单车过人，沧州在最近4个中超联赛的客场当中3胜1平，这一平呢就是上一轮他们在客场战平天津的这一比赛。其实他们上个赛季最后阶段的客场是以客场3连胜来结束的2022赛季。很好的阻断，然后再转过身罗穆洛，罗穆洛在朱可夫的逼压之下啊，这个球是没有完成继续向前推进。朱可夫是上赛季后半段加盟的球员。费利佩这个大身体护住了球，但是呢再往中间传的时候，因为已经球速已经降下来了，推进速度也不够，所以对手的防守就很好防。成都虽然现在领先了，但是依然想扩大战果的话呢，还是要在宽度跟节奏变化上做文章。中路连续盘带，这个球呢还是被断掉了。我们来看看31号奥乌苏，奥乌苏，你看这么大的身板，速度非常快，非常灵巧的变向。啊，再想变向，这一次是面对理查德的时候，奥乌苏是自己完成变向之后脚底打滑摔倒了。奥乌苏呢，在加盟中超之前是效力于爱沙尼亚联赛。哎，这个球打身后越位了没有？洛卡迪亚差一点啊，他如果能把皮球卸在脚下的话，这一下将会形成单刀。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越位啊。哦，这么看，他还是探出了一部分有效的这个持球部位，肩膀好像是探出来了。沧州雄狮还没有形成哪怕一次射门，成都呢3次射门1次命中，唯一一次的命中就是埃克森头球攻门破门的那一下。这是费佩，费利佩想要往里线走，杨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杨云的强防守呢非常的强悍。刘涛、甘超，这一下头球坐下来，再捅到禁区里面，裁判示意这是一个犯规球，黄牌一张，给到了15号王鹏。
这一下呢是埃克森头球把球点给费利佩以后呢，埃克森准备转身继续接球，这个球确实也传过来了。埃克森准备向前提速的时候，你看啊，哦，这一下是一个剪刀脚啊，王鹏这是正面直接把埃克森铲翻在地，鞋钉是挂到了埃克森的脚踝上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是双腿剪倒了埃克森，这至少是一个黄牌动作。好在埃克森的肌肉力量应该给他足够的保护，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今天郑凯木呢是打到拖后中卫的位置上，以前呢他打的更多的是后腰，郑凯木打拖后中卫，同时可以打这个位置的克罗地亚外援施克里奇是打到后腰，施克里奇在中场的覆盖能力确实还是非常的出色。守门员邵福亮这个时候要严阵以待了，他必须好好的布置人墙。现在场上的比分是沧州雄狮0-1落后，第一粒石球跟邵福亮关系不大，确实距离太近了，埃克森的头球又势大力沉。罗穆洛这位来自巴西的外援上个赛季是绝对的主力，出场32场的比赛打进12球，有6次助攻，直接参与了18个进球。邵福亮的右眼上是有伤的，但是在沧州雄狮他依然是不可取代的存在。埃克森和罗穆洛都站在球前，如果用右脚射的话，这个球的看上去更顺，但是罗穆洛还是自己打了，补射球进了，金敏友，哇，邵普亮已经是鞭长莫及，他极尽自己身体的最大的极限，把这个球扑出来，但是球落在了球门的正面，有三名穿着红色球衣的成都荣城球员拍马赶到，即便金敏友没碰到球，他也有另外的队友完全可以替他完成这一脚补射，但是沧州雄狮的球员却完全没有在防守方面集中力量。你可以看到成都球员他们渴望这场胜利的决心。哎，啊，金敏友，刘涛应该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他没有参与最后这一脚。好在是金敏友碰的球啊，好在是金敏友碰的球，邵普亮已经没办法了，他能碰到这个球已经不错了。其实作为守门员扑救呢，应该是尽量把球往球门框以外的位置打，要么往横梁上，要么往立柱外，就是尽量的偏。但邵普亮这个球呢，确实能碰到已经不错了，就没有办法再苛责他手型的问题。30分钟，金敏友的进球，场上比分2-0。凤凰山球场立刻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这只凤凰马上就要展翅高飞了。0-2落后，哎，孙倩涵呢是已经突破到了成都队的禁区里，看得出来他在边路啊，这个战力开始逐渐的升级，逐渐的爆发。赵俊哲的球队确实是面对了一个魔鬼客场。传球次数方面呢，成都队也确实配得上2-0的领先，他们有86%的传球成功率，240多脚的传球，要知道比赛才打了半个多小时，这是一个统治级的数据表现。
而沧州雄狮的传球数据还没有过百，也许开场这三十分钟他们打得过于保守了。赵锦州没有采取压迫式的逼抢，而是站位置，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守住区域。其实呢，前二十分钟守的还是很有成效，但是就因为一个角球打破了场上的平衡。杨云，那截止到这场比赛，现在的这个比分，成都队在凤凰山体育场已经连续八场比赛都有进球，而且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在这块场地上是连续七场主场都没有输球了，六胜一平的高胜率。这是杨云对菲利佩的防守。菲利佩的效率也不错啊，上个赛季21场比赛打进7个球，有4次助攻。要知道他有很长一段的时间在受伤啊。这一下朱可夫的动作有点莽撞了。39号甘超，哎，这一下是明显冲人的一个动作。还是采用这种长传，有1米93的一个高中锋可以抢到第一点。下来的第二点保护，尽管成都队控制到了，但是裁判员黄毅认为这个球犯规在先。哦，赵宏略开场之后多次跟对手有激烈的身体冲撞，看一下啊，两个人争这个高球，嗯，啊，也许这不是。因为这种头部相撞呢，在这个足球比赛里面是要被高级别保护的，所以发生这种头部碰撞以后，裁判必须要吹停比赛。刘涛，甘超，突然向前的这一下节奏还是有变化啊！艾克森跟金明友两个人之间做了一个踢墙式的二过二的配合，但是这个配合呢，效率稍微低了一点点，有一个停球稍微有点瑕疵，所以速率就慢了，防守队员就可以到位。啊，菲利佩。必须要回到中场，回到中场来拿球才能组织。张一峰，这边是史克里奇，边路没有机会，成都队推手得很快。罗卡迪亚，赵宏略，史克里奇。奥苏乌的这个拿球一抹从外侧啊直接摆脱的这个动作已经尝试了3次。非常好的处理球啊，艾克森。金明友，艾克森有全力来接应。这是可以转移一下了。对，第一次尝试转移可以是通过2、3脚甚至3、4脚，不用转移的太快，等对手把防守阵型移到。先看这个机会，大门球进了，但是裁判员举旗示意朱定阳越位。
看看有没有越位啊。啊，确实有半个身体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比赛第38分钟，这是周定洋的后排插上啊，打到了最前沿的位置，然后完成了一次很好的对方防守空当间的一个插上，可惜确实是越位了。场上比分维持在2-0，而且周定洋最后这条打门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出色，邵普亮已经是最大限度的覆盖了球门的这个面积，但是他还是用球速用角度非常冷静的推射成功。好，连续不断的一脚传球，但这一脚失误了。这下回敲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越位的是孙庆涵。啊，这一块场地好像确实是有点湿滑，这加上周定洋这一下，已经有3个队员在这个附近的区域出现滑倒的现象。杨云，理查德这下上抢非常凶狠，他应该说这也是一个明智而正确的选择，他要等到洛卡迪亚拿到球，那么自己的防守将会变得非常被动。这个球没有过顶，看看能不能有反击的机会。哎，但是第一下处理球啊，金敏有太犹豫了，直接被臧一峰把球捅掉，然后在罚球区外完成了一脚远射，射门的是奥乌苏，23岁的年轻前锋。奥乌苏的身体能力是不错，速度也很快。之前是在爱沙尼亚联赛来效力。菲利佩高举双臂，哦，菲利佩这个高举双臂就相当于给开门球的守门员竖起了一根类似于高尔夫球果岭上的旗杆，给一个参照标志，告诉你我在这儿。哎，这个朱可夫呢确实有很多拼抢动作，两次了，裁判员已经示意两次了。他有很多拼抢动作呀，这个第一目标不是球，这恐怕是个问题。你看这个，就是他明明已经不可能碰到这个球了，但是这个从一点也没有收腿，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球员。球错打错出啊！哦，艾克森，
哦，太可惜了，非常漂亮的一连串动作，埃克森自己带球突破突入禁区，虽然在他起脚的时候面对了对手极大的防守压力，但是这脚球应该说打的质量依然很高啊。徐正元也忍不住击节叫好。埃克森他对于球路的判断是非常的有经验，他一看这个球过来，在参考防守队员的位置就知道有可能是漏，于是他就自己把这个球线判断住，把这个有可能漏的地方这个点第一时间给抢掉了，顺势就带进了禁区，只用两步就完成了射门。确实是非常高水平的球员。球迷战歌嘹亮，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呢，在这样的战歌助威声中，成都队是把战斗力都发挥出来了。我们看他们的集体的逼抢啊，也是跑动非常的积极，臧一峰这个球尽管已经带得很好啊，但是还是被断了，但是在另外一个无球状态下洛卡迪亚跟甘超发生了冲突，甘超怒不可遏，甘超示意他遭到了对手的啊，这应该涉嫌暴力行为了，这是给了洛卡一张黄牌，给了洛卡一张黄牌。洛卡是应该在处理完球之后，他没有意识到身后靠近他的甘超，一下子呢这个后退的方向啊，跟甘超撞到了一起，可能是吓一跳，也有点生气，所以动作有一点夸张了。这个时候呢，视频助理裁判马宁应该是在查看，这个球是否会涉及到直接红牌。只有视频助理裁判认为这个球有可能出现直红的情况下啊，才会进行查看。好了，比赛恢复进行，过了。一张黄牌解决了这个问题。哦，这个后仰的头球又是埃克森来完成的，越位了。但是这种头球解围难度是非常大的，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埃克森他的身体状态非常好，核心力量非常强啊。尽管看上去埃克森还不是那个就是身体状态最好的埃克森，还看着有点发福的样子，对吧？但是这个动作能做出来，就说明他身体现在的状况。裁判员吹响了上半时比赛的结束哨啊，在上半场比赛，成都荣城队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面对着自己的北看台死忠球迷的方向来进攻，这激发了他们极大的进攻的欲望和斗志以及身体潜能。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埃克森跟金敏友各自打进一个球，
周定洋的发挥也是功不可没，整支球队都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准。那么上半场的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2-0，双方将带着这样的比分回到中场的更衣室休息15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中场休息。不看足球的人，或许很难理解球队死忠的存在。对，这里说的是死忠，而不只是球迷。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不妨来听听武汉铁喇叭的故事吧。这是2022年12月31日的武汉体育中心。武汉是冠军！武汉是冠军！一声声武汉是冠军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而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铁喇叭梅南生。20年前，身为武钢工人的梅南生亲手打造了一只将近1米的铁喇叭，从此头戴红色发带、手举铁喇叭的他，就成为了武汉足球观众席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巅峰诞生虚伪的拥护，黄昏见证真正的信徒。从1994年武汉拥有第一支职业足球队，到2022年武汉三镇奇迹般捧起中超奖杯，梅南生始终不离不弃。从看台领袖到真正投入足球青训发展，他为武汉足球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2022赛季最后一轮，武汉三镇以2-0击败浙江，以5个净胜球的优势圆梦中超冠军，3年3冠书写历史。当亲眼看见属于武汉金色的雨落下，梅南生这么多年的坚持和热爱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岁月虽褪去了他年轻的张狂与锐气，但从未磨灭半分他对足球的最纯粹的热爱。有人大概并不能理解铁喇叭这份疯狂到近乎有点傻的热爱，但或许这就是死忠的模样吧。人就一个，传起来，平科来了，保利尼奥，刚刚替补登场的小保利尼奥，这甚至是在上场之后的第一次出球啊！接到吴磊的助攻，小保利尼奥一剑封喉，上海海港客场领先武汉三镇了。奥斯卡和保利尼奥在包抄，看吴磊选择接球，2-0，小保利尼奥梅开二度，替补登场，吴磊两度助攻。做好调配，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大连人的又一次边路进攻，曼巴把球拿下来，转身打门没有打好，但是变成了传球，严向闯今年中超的第一个进球诞生了。刚刚开场第4分钟，大连人的进攻在禁区里边制造了混乱，面对包夹把球回过来，商引传中，又是禁区里面严向闯拿到皮球，2-0。刚刚开场第7分钟，严向闯梅开二度。开场才刚刚7分钟，严向闯的精彩发挥已经帮助球队2球领先了。左脚打门抽进了，阿德里安帮助河南队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球，这只能是目送皮球入网。因为他在踢这种教学比赛啊，机会来了，漂亮，罚着立功了，哎呦，这个球没顶进。他们俩应该是一起长大的，都是这个。
2023赛季，看中超，看中超，看中超，来腾讯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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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林良宇，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李鹏，我是上海海港队的球员吴磊，我是武汉三中队的谢鹏飞，我是河南队穆超，我是上海申花俱乐部吴曦，我是天津金门虎队员巴顿，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王大雷，我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天翼，我是浙江队姚俊胜，我是河南队钟一浩，我是长春亚泰队谭龙。2023赛季，看中超，来腾讯体育。大家好，我是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张源，我是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球员尹洪博，我是河南队王尚元，我是沧州雄狮俱乐部的王鹏，我是荣城足球俱乐部甘超，我是南通智云俱乐部的汪松，我是青岛海宁足球队队员郑龙。看中超，来腾讯。2023赛季，看中超，来腾讯体育。是谁说的我是意见？谁喜欢美娜吧？绝世大美女啊！我不是眼控，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这句话可以播吗？不，别打，太可怕了这个问题。吃饭、睡觉，等着新赛季开始，好好备战，准备比赛，各种吃饭嘛。嗯。触底反弹，球迷满座，清新向上，座无虚席，群雄争霸，满坑满谷，有我。为山东打 call， 为家乡打 call， 家乡球队、勤劳队，冲！成龙成胡和涛，北京国安有一叫段德志的小孩，我觉得不错。期待那些名字还有点陌生的年轻球员，用自己本赛季的表现，把自己变得家喻户晓。又开始得罪人。上海海港，上海海港，海港，那还是武汉三镇，武汉三镇，武汉三镇。又看好山东泰山，那必须北京国安。我北京人啊。我听过申花球迷喊一个口号啊，关关北京关。就是很上海的口号，叫哪一子他 VR 有用，非常有用。别像拖拉机一样慢，看清楚，别添乱，有没有都差不多。大多数时候它是灾难型的，争议很多。袁甲老师，袁甲，袁总，那肯定是礼仪大帝，他进球最多呀。让我想想，得罪徐亮还是王小龙啊？我除了任意球没他好，剩下方面应该都比他强。但是如果论业余球员的话，我相信我的球技是最好的。我自己的足球水平，怎么说呢？哎，费解。球过人不过，略懂，略懂。你看我像球吗？在这个主持人团队里边，应该是这个吧？真的。那我没听说过，知道也得装不知道，多多益善嘛。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啊。我替球迷们感谢我们的导演组。我呀，肯定是我。那肯定是袁总啦，我不是眼控。Nice， 留给大家买票看中超的时间不多了，看中超，看中超，看中超，来腾讯，来腾讯，看中超，来腾讯，看中超，来腾讯，看中超，来腾讯。我是上海海港队的球员吴磊，欢迎来到我的主场上汽浦东队。我是武汉三中队的谢鹏飞，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武汉体育中心。我是上海申花俱乐部吴曦，欢迎来到我的主场上海体育场。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王大雷，欢迎来到我们的主场济南奥体中心。我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天翼，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我是长春亚泰队谭龙，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南宁体育场。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林良宇。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李鹏，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大连体育中心。我是河南队王尚元，欢迎来到我的主场航海体育场。我是天津金门虎队员巴顿，我在水滴和泰达足球场等着你。我是浙江队姚俊胜，欢迎来到我的主场福州奥体中心。我是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球员尹洪博，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武汉奥体中心会场体育场。
我是沧州雄狮俱乐部的王鹏，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沧州体育场。我是龙泉足球俱乐部甘超，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成都凤凰山专业足球场。我是南通智云俱乐部的汪松，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如皋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我是青岛海宁足球队队员郑龙，欢迎来到我的主场青春足球场。大家好，我是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张源，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深圳龙岗大运中心。北京时间4月15日，2023赛季中超联赛即将燃起战火。冬窗期不少强队对阵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强，这就意味着新赛季争冠形势将更加激烈。在足协严格准入政策的筛选下，留下来的中下游球队的保级欲望也会更加强烈。主客场回归将是今年中超的一大看点。与3年前相比，新赛季的中超各个硬件条件均已完成了升级。此前为亚洲杯与世俱杯修缮与改造的各地球场目前均已完工，新赛季有不少的球迷将在更加专业的球场观赛，这也让各支中超球队的年票销售火爆。2023赛季将有望出现6个专业足球场，其中4座开赛就投入使用的专业足球场为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汽浦东足球场、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和青岛青春足球场，而在最后整修有望下半年投入使用的2座专业球场则是天津泰达专业足球场和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从专业的数量上来看，这也是中国职业联赛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赛季。专业足球场的上座率和主场文化将成为新赛季中超联赛的一大看点。魔鬼主场回来了，中超的复兴也有望了。新赛季中超联赛取消了此前执行了近7年的 U23 政策。 U23 政策本是旨在通过比赛培养和锻炼年轻球员，但各支球队为了成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让大量 U23 球员上场更像是表演，大量年轻球员通过此政策身价溢价大涨。当国家队再次无缘世界杯过后， U23 政策争议越来越大，如今 U23 正式退场也将让我们的联赛回归正常。受各方面影响，本赛季中超联赛4月15日才正式开赛，比赛期间赛程安排了6周一周双赛，这对于球员的体能以及板凳深度将产生极大的考验。上赛季的2轮转，2支球队最后积分均为78分，领先第3名浙江多达13分。新赛季这种局面将不复存在，中超第一集团将扩军，谁将夺冠也会更具悬念。从冬窗期间的补强来看，除武汉3镇和山东泰山队外，上海海港、北京国安等豪门有望跻身争冠行列。此外，马尔康、坎特离开中超，新赛季金靴之争值得期待。中国足球的规划之路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依旧保留了火种。随着埃克森加盟成都荣城，费南多加盟山东泰山，6名先后入籍的球员将有4人重新出现在新赛季中超赛场。在金元足球时期，中超请来了大量世界名帅来提高中超联赛的竞技水平。随着时间的更迭，新赛季的中超将成为土衰的舞台。2023的中超联赛一共有7位国产教练带队参战，而且多为年轻教练，郝伟、谢辉、赵俊哲、于根伟、陈阳、陈涛将共同为本土教练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也有望给土帅证明。腾讯体育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为大家直播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2轮，成都荣城在主场对沧州雄狮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成都荣城主场以2-0暂时领先沧州雄狮。上半时成都荣城发挥得非常出色，沧州雄狮的赛前的战略部署没有得到实现，他们的稳守反击在防守端丢了2个球，而在反击方面呢也没有真正的威胁到成都荣城的球门，所以下半场他们必须做出改变。奥乌苏，这是来自荷兰的前锋，而史克里奇啊也在中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没有能够阻止像罗穆洛、像周定阳这样的球员出色的发挥。金明友上半场比赛打进了1个球，
好了，随着黄奕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下半场的比赛，穿着红色比赛服主场作战的成都荣城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沧州雄狮在下半场一开场开始长传反击，朱可夫被换下。上半场的比赛，朱可夫呢是得到了一张黄牌。赵红略，是个李琦。三十号刘洋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上场了，我们看看是不是郑凯木回到了中场，是王鹏去到了中场，王鹏，这个球呢，王鹏投诉有手球。这个角度很难看到球。裁判吹的是王鹏先碰到了手，没有犯规。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转身，而是回坐，这一下子进攻速度就慢了下来。洛卡迪亚毕竟才是刚刚来到中国的第二场比赛，那需要更有信心。又是靠身体啊，准备强推过去。好机会！哦，这是来自克罗地亚的外援什克里奇在中场，在对手的失误之后呢，拿到球权无人看守的情况下，距离球门35米远，直接完成了一脚远射。左脚这脚射门还是很有力量，但是打偏了。菲利佩脚下的技术是非常了得。成都踢得非常耐心。菲利佩接球前准备的非常充分，分边，这球力量给的小了一点。菲利佩拉边拿到球权，跟金明友，他跟金明友没有想到一块儿，金明友准备原地等一个脚下。郑凯木还是打在拖后中卫的位置上。刘洋上场之后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直接顶替了上半场王鹏的位置。杨云的解围球，成都还是有压制性的控制。甘超周定阳非常漂亮的二打一配合，麦克森再交给金明友，金明友一对一突破，哦，机会，罗穆洛，这个球啊，他停球以后，这个球有点向前窜，所以他的重心一下子就后仰了，球打高了。
秒。艾克森拿球啊，尽管他在大多数地面进攻的时候，他第一次拿球都是在中圈前面一点，但是他的这个触球总是能够给进攻的继续发展带来很好的一个起点。唐淼之前一直在广州城效力，在那个俱乐部他踢了超过200场的中超。艾克森，金明友传起来，艾克森找到了两个中卫之间的这个空间，但是他胸部停球这一下呢卸得不太利落。菲利佩把球又拿下来了，左脚这脚射门是被郑凯木挡出了。我看看施格里奇身体对抗的能力也是非常强啊。可以看施格里奇是1.89米的一个大个子，但是他的移动速度并不慢，这也是为什么赵俊哲要把他放到中场后腰的一个原因。两线之间的接球，艾克森跟罗穆洛再转移，金明友这一边拉空了。金明友的传球速率有点慢，孙倩涵把球挡出底线，罗穆洛的进球跟助攻能力都是非常的强啊。刘洋上场以后也是提醒所有的队友要集中注意力。看看后点有没有。理查德，汤淼把球扣向内线，周定阳，理查德漂亮的转身，艾克森传过来了，周定阳，但是这个球被铲掉了。可是艾克森的这个停球加传球真的太漂亮了，这样的艾克森是国家队需要的球员。比赛已经来到第54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2-0，成都队依然能够控制场上的局势。唐淼加盟成都荣城这仅仅是第二场比赛，但是他的融入好像是非常的恰到好处，这个球完全不越位啊。你看艾克森的传球，周定阳如果第一时间能够选择起脚，太漂亮了，这球向后一拉连停带过，给自己创造了非常好的接球的空间。这一下还是要传身后啊，这边刘洋把球线给拿到了，来看看啊，两名荷兰前锋啊在前场总是受到成都队多人的包夹，这证明沧州推进的速度还是不够快，配合的默契度也有待提高啊，差一点点，就是王鹏挡了一下才把球给拿下来。
杭州队呢下半场开场以后，臧一峰也是被换下，奥斯卡上了。好球，邵普亮这个球判断的非常准确。哎呀，甘超呢在中场也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存在，这下成都球迷不干了。史克里奇求胜心切，想快速开任意球，一把甘超推开。甘超跨着一步，其实护住了球权。这样沧州获得了任意球机会，打向罚球区方向。奥斯卡头球，这边打门，球进了，球进了。这是下半场从后防线掉到中场线的王鹏攻进了一个球，十五号王鹏的进球使得场上的比分改变成了1-2，沧州雄狮扳回了一个，还落后一个。这个任意球，奥斯卡的这个头球向中路的摆渡，这个非常重要。你看这个球本来呢，看上去已经没什么威胁了，但是奥斯卡非常有力的原地，几乎原地起跳的一个头球啊，直接把球打向了禁区中路，经过洛卡迪亚的一个头球过渡之后，王鹏这个位置就被闪出来了。王鹏的插上呢是躲开了对手的防守，左脚的抽射把球送进了球网，非常好的一个定位球的连贯配合。这一下刘洋的动作有一点大了，这是一个比较莽撞的动作。看来裁判员并没想出牌，他只是想口头警告一下。这个球呢完全已经被罗穆洛控制下来了，但是刘洋还是没有收力啊，直接撞翻了罗穆洛。严格的说呢，这个球是可以出一张黄牌的。成都队现在得镇静下来，哎，第一下停球，再传过来，史克里奇把球断下来，发动长传反击，但是这个球的线路呢是被理查德提前给判断到了，奥斯卡没有办法得到皮球。奥斯卡这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前锋，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在中国的各级别联赛已经打拼多年。上个赛季奥斯卡出场29场打进6个球，但是他有8次助攻，给球队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贡献。奥斯卡是个里奇，洛卡回接。最近15分钟的控球率呢，成都达到70%，沧州依然只有29%。看看刘洋的长传球，这个时候奥斯卡已经冲到点球点附近，奥斯卡的身体是足够他来接应这种球的。1.82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奥斯卡有很强壮的身体力量，爆发力也不错。现在奥斯卡打到中锋的位置，布卡迪亚是拉到了右边路踢右边锋。菲利佩作为一个大中锋，哦，头球攻门，非常漂亮的配合呀，这个是艾克森
虽然这球没进，但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球门前作为一名射手的能量。这费利佩这个踢法不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中锋，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非常大，来看看。而且他回撤接球那一下呢，总是能够给球队的进攻进一步发展带来帮助。而且他回撤了以后，无论是罗穆洛还是艾克森，就会第一时间去前插，去前插费利佩留下的空间。这下打门，这下打门，金明友是被对手郑凯木挡了下。费利佩，这叫传中球呢，直接击倒了对手的防守球员。倒地的是杨云，杨云曾经在，这也是上海申花体系出来的球员。艾克森他能够跳起来啊，这球速这么快，他能抢到这个点，这个就是能力。森自己又独闯龙潭，艾克森看到费利佩的位置呢已经被对手给盯死了，所以他自己呢想杀开一条血路。但是沧州的防守保护，上半场我们就说过了，他们的防守之间的这个纵向保护一直做的是很好，看得出来赵俊哲是非常重视这一点。尽管上半场他们丢了两个球，但是那两个球，对刘洋的处理球应该还是要快一点啊。首先他的位置应该更扎实，就虽然上半场沧州丢了两个球，但是那个是艾克森凭借个人能力在角球里面摆脱防守，这是一次，那是点对点的一次摆脱。还有一次呢是补射，任意球打的质量太高了，反弹回来之后的一脚补射金明友完成。其实都不是防守体系的问题，就是沧州的防守体系没有问题，至少在这场比赛里面还没暴露出太大的问题。都是成都队啊，他们强烈的求胜欲望和超高的个人能力带来的这两个进球。所以沧州的球员包括赵俊哲不应该对自己的防守体系有任何的迟疑。这一次又是被艾克森抢到了第一点，他的抢点能力太强了，天生射手。唐淼这一次左脚传到里边，因为防守队员都已经是正面防守，所以这个球解决的难度并不大。现在沧州呢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是展开了真正的一个三四三的一个阵型，上半场他们大部分时间呢其实踢的是一个五四幺，是一个收缩起来的三四三，就变成了五四幺。现在进攻展开之后，他们的三四三开始发挥威力，锋线上奥斯卡、奥乌苏和洛卡迪亚形成了一个锋线三叉戟。斯格里奇的球感非常好啊，刚才这个空中停球难度也不小。洛卡迪亚自己拿球转身瞄准了奥斯卡，来一个40米的长传。奥乌苏跟奥斯卡差一点形成配合，守门员张岩这场比赛出镜的机会不多，触球的机会也不多，刚才这一下呢脚下差一点出现问题。昨天的比赛当中
三镇的守门员刘殿座就出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啊，送给对手一个大礼。看看这一次金明友已经杀进禁区了，传中间这个传球的线路啊出现了一点问题，甘超没有办法接球以后射门。史克里奇确实是能力非常好，今天洛卡迪亚的状态呢看上去不是很理想。禁区内的射门，成都有七次，沧州只有一次。这中场必须要控制住。啊，菲利佩的这第一点真是有作用，你看上去他倒地了。但是郑凯木还没有来得及第二下把球给带走啊，菲利佩躺在地上大长腿一伸就把球又截获了，于是制造了郑凯木的犯规。艾克森已经有五次的射门，三次成功过人啊。这下唐淼是埋伏在边路，他和传球人都看到了禁区内部拉出来的一个大空间。一对一，菲利佩非常生气，这又是郑凯木啊，这一次是一定要领到一张黄牌了。这样沧州已经有四张黄牌，看看这一下罗姆洛底线前把球勾回来，可惜菲利佩的跟上稍微慢了一点点啊，菲利佩，但是他还是，你看他利用节奏再一次拿回球权，今天菲利佩拿回球权的次数应该不少于三次了。哦，这一下呢球传得很巧妙，他看到了这个空间，艾克森呢也看到了，稍微慢了一点点。史克里奇跟周定阳的对抗，艾克森转过身来，罗姆洛，这球直接击中了郑凯木吧，郑凯木倒在地上没有办法站起来，这下球的力量太大了，这相当于一记重拳啊。郑凯木是有意识的去顶这个球啊，去解围这个球。
这一下确实很疼，但是问题应该不大。可以清晰地听到成都蓉城的主场四川凤凰山体育场的呐喊声，这个是足球场上本来就该有的声音。而且作为几座在这个赛季投入使用，当然凤凰山体育场是上个赛季就已经投入使用了，但真正全面的开放这也是从这个赛季开始。作为新建的、设施齐备的、功能齐全的现代化专业足球场，这更给球迷的观赛带来了很好的体验感。其中包括北京的工体、上海的浦东球场，青岛的青春球场今天也应该有比赛。奥斯卡的跑动很好的接应，史克里奇拿球的时候虽然很稳，他很少丢球，但是关键队友啊在他周围给他创造的传球点不是太多哦，所以这个确实是影响了史克里奇出球的效率。王鹏，来看看老将赵宏略的脚法，角球的机会，角球质量不错，头球，奥斯卡还能把球抢到，回到赵宏略，赵宏略想走底线，这次他往里抹的时候制造莱克森的犯规。哦，莱克森手上有个动作，脚下呢一下子是踩到了赵宏略啊，确实这一下踩得挺重的。在足球这个领域里啊，进攻和防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种。进攻上当你持球的时候极具才华，但是不一定意味着你在防守上也是技术极其老道的球员，往往不是。左侧的任意球还是赵宏略来主罚。沧州的平均身高可是占优势的，禁区里的空间争夺非常非常的激烈。你看沧州队的几名球员，王鹏、史克里奇，前点，这个球直接被鱼跃冲顶出来，又是埃克森，他总是能够找到那个球的线路和落点。非常灵巧的两扣，让周定阳的防守显得有点狼狈。菲利佩，很聪明的球员。菲利佩31岁，身高1米93，来自巴西。上个赛季呢，他打进了7个球，有4次的助攻。其实成都一度成绩非常出色的那一段时间，恰恰是菲利佩状态好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在这支球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唐
淼啊，这是界外球。现在锋线跟中场线稍微有一点脱节，三个外援整体非常的靠前啊，他们进球心切。奥斯卡，这是一个半高球，不太好处理。第一个落点没拿啊，刘洋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麻烦。成都准备连换两个人。唐淼被换下了，三号唐鑫上场，这是亲兄弟，孪生亲兄弟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接力替换。而甘超呢是被四号张工换下。张工也是广州城在中场后腰位置上的一个悍将啊，他的防守能力在中超也是相当有名。这可能也是一段佳话啊，兄弟两人在比赛当中是接力出场，打同一个位置。沧州也换人了，姚旭晨上，这是上赛季还在河北队效力的年轻球员。洛卡迪亚这场状态确实是不好啊。好，来看看菲利佩，菲利佩，哎，他调整的时间长了一点，郑凯木把球给截获了。哎，这个断球非常的聪明，很机警，菲利佩已经有点跑不动了。确实啊，1.93米这样的一个身高，你要让他全场这种范围、这种距离的奔跑，他这个踢法坚持90分钟都能很高效的话，可能就不科学了，因为他不是个站桩式的中锋。接应的速度有点慢了啊，这脚球只能传身后，想找姚旭晨，但是呢这个空间这个距离已经不够姚旭晨去要这个落点了。那为什么史克里奇只能传身后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刚才史克里奇传球的那一瞬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沧州雄狮的进攻方向的右侧有四分之一个场区几乎都是空的，那一个大片的自由开阔地没有人去插，没有人去跑，这个就让史克里奇出球点就变得非常的单调，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出球点。配合
好球啊，这四五角的传递太漂亮了，看看最后一传把球扣回来，机会啊，这个球啊，张工如果把这个射门的机会留给唐鑫的话，那这个球唐鑫就直接推空门了。张工非常勉强的够到球，他其实是浪费了一次机会，当然他踢得很积极，这个其实是值得肯定的，但确实是浪费了之前队友创造出来的这个极好的机会。你看菲利佩继续把人往门前压，继续把人往门前压，这个时候第二空当就被拉出来了。成都队有两名进攻球员在这么一个大的开阔地可以从容起脚射门，可惜啊，张工传球呢，成都队已经达到了565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这边沧州只有274脚，比赛还有大概10分钟。哦，抽筋儿了啊！所以孙庆涵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当沧州的进攻右路出现大片空当的时候，孙庆涵却没有出现。其实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点抽筋儿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插上去利用那个空间，他是右边翼位，他本应该出在那儿，所以孙庆涵的抽筋儿使得这下就必须得换人了。赵俊哲在指挥自己的弟子要往前打，往前打，沧州这边换上的是5号燕子豪。奥斯卡上场之后，确实还是让沧州的进攻线呢变得条理清晰了不少。上半场的比赛呢，基本上三位前场球员都是单打独斗比较多。哦，这下犯规了。裁判员又出示一张黄牌，这样沧州已经5张黄牌了。比赛已经来到第85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是2-1，成都荣城主场作战暂时领先。这两个人的夹击啊，最后手上的动作，燕子豪犯规，罗穆洛倒地。罗穆洛的任意球，
哦，这个费利佩的头球攻门已经是非常杰出了，但是邵不亮这一下扑救啊，哎，打出了非常关键的一个杰出表现。不过这个球是越位了，但不影响，不影响攻守两端杰出的表现，赢得球迷的喝彩。啊，探出了半个身位，就这么近距离的头球攻门，还是砸向地面啊！这个邵不亮的下地是非常快。奥乌苏还要继续适应中国联赛的节奏。这一下有空间了，奥苏乌，哦，这个球呢，最后是理查德顽强的防守制造了一个角球啊，但是奥乌苏好像看上去踢得不是特别自信，其实以刚才的那个相对位置，他是有机会更强势的去吃到里线。好像见到理查德就有点含糊了。燕子豪来开这个角球，头球，绝对有机会啊，绝对有机会。这一次是郑凯木，郑凯木的身高也达到1.86米，是个里奇，一个1.89米的大个子。燕子豪上场之后呢，他应该是打到了左后卫，赵宏略回到了右后卫。赵宏略打左边的本身也是逆足踢，哦，赵宏略在外面得到了这个机会，直接起脚就打，33米开外。这球呢打得非常有力量，但是打高了。比赛已经来到第89分钟了，费利佩还有劲儿吗？艾克森也好久没有出现在关键区域了。确实在这种节奏的比赛里面，大家消耗都非常的大，而且这都是30岁以上的老将。成都射门14次中4，沧州尽管大举进攻，但是进攻的收效依然不显著。这个界外球啊，唐鑫换了好几次方向，被裁判员认为是故意拖延时间，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成都这场比赛第一张黄牌。这一下成都队中场有人头碰头受伤了。哎呀，罗穆洛看到了，罗穆洛看到了，但是史克里奇也看到了。张工刚才应该正向投球的时候被撞了一下，裁判这一次没有吹停比赛。奥乌苏，王鹏，燕子豪，刘洋，郑凯木，杨云，赵宏略。场内补时4分钟的时间，
这个球倒了这么半天呀、啊，面对收缩防守的成都队，沧州队还是拿不出进攻的办法，只能起一个大脚往前吊，这样球权很容易就丢失了。在已经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在比分落后的时候能够控制球权，对于一心想扳平比分的球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犯规，施克里奇第一时间没找到球啊，反而是被撞了一下。哎呦，周定阳这一下也是够狠的。周定阳、费利佩联合夹击对手。艾克森现在确实跑动呢，也不像之前那八十分钟那么有力了。刚才是姚旭晨的一个犯规，现在我们看到刘新宇上场了，换一下赵宏略，赵宏略已经是体能耗尽，油尽灯枯。刘新宇在上个赛季的比赛当中有过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的展现啊。其实赵俊哲的手下还是有不少的强将。罗姆洛也抽筋了。杨云的意思是这种治疗不应该在场内进行啊，应该离场啊，这个建议没问题。哦，费利佩成功争抢十次，成功争抢十次啊，所以空中争抢有七次，他脚下还有三次断球，这个都是给球队贡献非常杰出的球员的数据。但成都队像穆塔利甫这种在国青比赛里面非常抢眼的球员，在比赛里面这现在都没有得到太多机会呢。还没有犯规，继续全场观众对于刚才史克里奇的动作显得非常的不满意啊！成都队终于换上了他们新引进的外援帕拉西奥斯，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球员，年龄是30岁。罗姆洛被换下场了，但是他对场上的一些事儿还是不放心。哦，来帕拉西奥斯上来就完成了一个成功过人啊！第一次触球就成功过人。都看上去很有自信的样子。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过了。啊，到底是什么球？这个怎么现在指令这么混乱呢？好了，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这样90分钟的争夺结束，成都队是以2-1在主场战胜了沧州雄狮，成都队的上半场堪称完美，
两粒进球都非常精彩，所有队员都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准，特别是这场比赛的艾克森，艾克森成为了成都队前场最亮眼的一个点，串联起了全队的进攻，发挥出了自己作为一名31岁老将的能量。而沧州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慢慢的才打出了自己的一些节奏。下半场当他们展开进攻阵型3-4-3的时候，当他们的三外援组成一个进攻三叉戟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是能创造不少的机会。这支球队还在磨合当中，赵俊哲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这样成都迎来了本赛季的自己的第一场胜利，而沧州呢将会在下一轮和第四轮的比赛当中连续迎来两个主场。好了，观众朋友，这场比赛呢，成都蓉城跟沧州雄狮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场比赛再见。点评一下今天的比赛打得怎么样吧。很遗憾嘛，没有拿到分数。你进球之后看到比分呢，觉得最差是什么导致的没有扳平比分呢？什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最那个比赛没有？其实。你觉得今天的比赛打得怎么样？很遗憾，没有拿到分数。那么，在进球之后一度看到比分扳平比分的希望，你觉得最后差在哪里导致没能扳平比分呢？这个我们回去好好总结。回去好好总结。哦，谢谢谢谢。为蓉城打进了第一个进球，感受怎么样？Como se sente você agora depois de fazer primeiro gol nesse estádio? Feliz demais, muito feliz. Não só pelo gol, mas pela partida que a nossa equipe fez hoje, né? E agradecer o apoio do torcedor que fez a diferença, nos incentivou e nos motivou os 90 minutos. Então, acho que está todo mundo de parabéns hoje. Foi uma noite especial para todos nós.
首先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我开心不只是为了这个进球，而是为了全队上下的努力，我们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要非常感谢在场的所有的球迷，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你们90分钟的呐喊，我们没有办法取得这么好的表现。非常感谢这支球迷，所有的球迷，今天晚上是非常特别的一夜，对我而说非常感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不看足球的人或许很难理解球队死忠的存在。对，这里说的是死忠，而不只是球迷。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不妨来听听武汉铁喇叭的故事吧。这是2022年12月31日的武汉体育中心。武汉是冠军，武汉是冠军，一声声武汉是冠军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而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铁喇叭梅南生。20年前，身为武钢工人的梅南生亲手打造了一只将近1米的铁喇叭，从此头戴红色发带、手举铁喇叭的他就成为了武汉足球观众席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巅峰诞生虚伪的拥护，黄昏见证真正的信徒。从1994年武汉拥有第一支职业足球队，到2022年武汉三镇奇迹般捧起中超奖杯，梅南生始终不离不弃。从看台领袖到真正投入足球青训发展，他为武汉足球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2022赛季最后一轮，武汉三镇以2-0击败浙江，以5个净胜球的优势圆梦中超冠军，3年3冠书写历史。当亲眼看见属于武汉金色的雨落下，梅南生这么多年的坚持和热爱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岁月虽褪去了他年轻的张狂与锐气，但从未磨灭半分他对足球的最纯粹的热爱。有人大概并不能理解铁喇叭这份疯狂到近乎有点傻的热爱，但或许这就是死忠的模样吧。翻起来，平科来了，保利尼奥、刚刚替补登场的小保利尼奥，这甚至是在上场之后的第一次出球啊！接到吴磊的助攻，小保利尼奥一剑封喉，上海海港客场领先武汉三镇了。好，看到保利尼奥在包抄，看吴磊选择接球，2-0，小保利尼奥梅开二度，替补登场，吴磊两度助攻。做好调配，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大连人的又一次边路进攻，曼巴把球拿下来，转身挡门没有打好，但是变成了传球，严向闯今年中超的第一个进球诞生了。刚刚开场第4分钟，大连人的进攻在禁区里面制造了混乱，面对包夹把球回过来，上引传中，又是禁区里面严向闯拿到皮球，2-0。刚刚开场第7分钟，严向闯梅开二度。开场才刚刚7分钟，严向闯的精彩发挥已经帮助球队2球领先了。左脚打门，球进了，阿德里安帮助河南队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球，这只能是目送皮球入网。因为他在踢这种教学比赛啊，机会来了，漂亮，罚着立功了，哎呦，这个球没顶进。他们俩应该是一起长大的，都是这个。
2023赛季，看中超，看中超，看中超，来腾讯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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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林良颖，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李鹏，我是上海海港队的球员吴磊，我是武汉三中队的谢鹏飞，我是河南队陆超，我是上海申花俱乐部吴曦，我是天津金门虎队员巴顿，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王大雷，我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天意，我是浙江队姚俊胜，我是河南队钟一浩，我是长春亚泰队谭龙。2023赛季看中超，来腾讯体育。大家好，我是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张源，我是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球员尹洪博，我是河南队王尚元，我是沧州雄狮俱乐部的王鹏，我是荣城足球俱乐部甘超，我是南通智云俱乐部的汪松，我是青岛海宁足球队队员郑龙。看中超，来腾讯。2023赛季看中超，来腾讯体育。是谁说的我是意见？谁喜欢美娜吧？绝世大美女啊！我不是颜控，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这句话可以播吗？不，别打，太可怕了这个问题。吃饭、睡觉，等着新赛季开始，好好备战，准备比赛，各种吃饭嘛。嗯。触底反弹，球迷满座，清新向上，座无虚席，群雄争霸，满坑满谷，有我。为山东打 call， 为家乡打 call， 家乡球队起劳队冲！成龙成胡和涛，北京国安有一叫段德志的小孩，我觉得不错。期待那些名字还有点陌生的年轻球员，用自己本赛季的表现把自己变得家喻户晓。又开始得罪人了。上海海港，上海海港，海港，那还是武汉三镇，武汉三镇，武汉三镇。又看好山东泰山，那必须北京国安，我北京人呀、啊。我听过申花球迷喊一个口号啊，关关北京关，就是很上海的口号，叫哪一子他 VR 有用，非常有用。别像拖拉机一样慢，看清楚，别添乱，有没有都差不多。大多数时候它是灾难型、争议很多。袁甲老师，袁甲，袁总，那肯定是李毅大帝，他进球最多呀、啊。让我想想，得罪徐亮还是王小龙啊？我除了任意球没他好，剩下方面应该都比他强。但是如果论业余球员的话，我相信我的球技是最好的。我自己的足球水平，怎么说呢？太费解。球过人不过，略懂，略懂。你看我像球吗？在这个主持人团队里边，应该是这个吧？真的。那我没听说过，知道也得装不知道，多多益善吧。激动我也不能告诉你啊。我替球迷们感谢我们的导演组。我呀，肯定是我。那肯定是袁总啦，我不是颜控。Nice， 留给大家买票看中超的时间不多了。看中超，看中超，看中超，来腾讯，来腾讯，看中超，来腾讯，看中超，来腾讯，看中超，来腾讯。我是上海海港队的球员吴磊，欢迎来到我的主场上汽浦东队。我是武汉三中队的谢鹏飞，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武汉体育中心。我是上海申花俱乐部吴曦，欢迎来到我的主场上海体育场。我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王大雷，欢迎来到我们的主场济南奥体中心。我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天意，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我是长春亚泰队谭龙，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南宁体育场。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林良颖，我是大连人俱乐部的李鹏，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大连体育中心。我是河南队王尚元，欢迎来到我的主场航海体育场。我是天津金门虎队员巴顿，我在水滴和泰达足球场等着你。我是浙江队姚俊胜，欢迎来到我的主场福州奥体中心。我是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球员尹洪博，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武汉奥体中心会堂体育场。我
是沧州雄狮俱乐部的王鹏，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沧州体育场。我是龙城足球俱乐部甘超，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成都凤凰山专业足球场。我是南通智云俱乐部的汪松，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如皋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我是青岛海宁足球队队员郑龙，欢迎来到我的主场青春足球场。大家好，我是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张源，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深圳龙岗大运中心。北京时间4月15日，2023赛季中超联赛即将燃起战火。冬窗期不少强队对阵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强，这就意味着新赛季争冠形势将更加激烈。在足协严格准入政策的筛选下，留下来的中下游球队的保级欲望也会更加强烈。主客场回归将是今年中超的一大看点。与3年前相比，新赛季的中超各个硬件条件均已完成了升级。此前为亚洲杯与世俱杯修缮与改造的各地球场目前均已完工，新赛季有不少的球迷将在更加专业的球场观赛，这也让各支中超球队的年票销售火爆。2023赛季将有望出现6个专业足球场，其中4座开赛就投入使用的专业足球场为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汽浦东足球场、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和青岛青春足球场，而在最后整修有望下半年投入使用的2座专业球场则是天津泰达专业足球场和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从专业的数量上来看，这也是中国职业联赛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赛季。专业足球场的上座率和主场文化将成为新赛季中超联赛的一大看点。魔鬼主场回来了，中超的复兴也有望了。新赛季中超联赛取消了此前执行了近7年的 U23 政策。U23 政策本是旨在通过比赛培养和锻炼年轻球员，但各支球队为了成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让大量 U23 球员上场更像是